你要准备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真心话。等一下。绝不撒谎，否则永远到不了。到不了哪里？到中央边。你喜欢在上还是在下？我喜欢在上。我喝。啊？可是我要讲啊。不要。在其中一方的意下挤上鲜奶油，好想舔哦。我们只有试过涂在奶头上面。去西方你最喜欢的滋味。换你趴下。你不喜欢从后面吗？Hello， 我们是 XS。想看我们边 call shop 边玩真心话吗？记得锁定嘎嘎乌拉拉原创节目《真心话大丈夫》第二季。